我们曾经花面先生不叫花面先生嘞，叫柯南先生。全省没有这种建村，这么很迷你。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的特质啊，是依山而建。这个空间变成一个重要的展演空间，就是我们对外说明什么是蟾蜍山，什么是画面新村的一个重要的空间。